世代不掉，老迈多病必病啊，终究分离业报机尽缘了，一切由不得己啊，为业随心啊，各家用足慈悲教汝道归尽汝。世代，这个世代啊，就是大乾坤，地代、水代、风代、火代，这个世代不掉，大乾坤啊，都未健康咯。看看咱最近啊，看到天下的全球，放眼天下，世代不掉，会当看到人啊，在这种无调和的气场，时时有了灾难，人啊，都受着苦难啊。现在寒天的时，在北半球呢，偌尼济国家，因为呢，寒啊，落雪啊，看到迄个雪中，贫寒苦难人，在迄个所在安怎生活呢？除了贫困的人，有了这个生死的生活是苦，加上了人祸过后，因为人祸是灾难，会苦难人啊，连厝都无，破的迄个帐篷啊，要遮盖着。遐尼正高的声势不断滴滴落啊，涂骹面顶除了白雪以外啦，那就是年龄不堪的土地啊，看到遐个囡仔，厝内底也是年龄不堪，寒啦。走出来外面啊，外面年龄、水啊、雪啊，是酸涩的水，和土地的面顶呢，淡都人滴滴打，变成了绿高梅，所以叫做年龄。好，囡仔的脚呢？无鞋啊穿啊，或者是穿着破鞋啊，浸伫迄种酸涩的水里，啊，偌尼可怜呐、啊！规个落果啊麦啊，拢是伫迄个两只脚的面顶，会当通想象出来，面顶落来的雪伫身躯里。雪落伫土骹呢，这土会雪啦，黏伫囡仔的脚。想看，安尼的日子是安怎过啦？敢若用一字，苦啊！所以世代不掉啊！好人呢，真正是苦不堪，这是大乾坤。也人呢，人叫做小乾坤啊，这是老迈多病啊，疾病啊，由不得自己哦。老来呢，老态龙钟啊，
老来的这个形态早讲过去了，实在是吼，家己看到少年人啊，真好啊，家己嘛捌少年过啊，哪会变阿呢？啊，甲过去少年时无共，才无偌久的几十年啊，已经呢是老迈多病啦，这种病苦逼逼啊，由不得自己哦。搁再呢，老来呀、啊，病来呀、啊，终究呢，那就是爱分离啦。这就是人生啊，最悲痛的代志。这种分离呀、啊，会业报几尽呐。啊，缘啊了啦，不得不分离。哪怕呢，是你最爱的人，有的人啊，真正是一个人无去了后，迄、那个心啊，就亲像伫早会了后落来啊，有一群人，其中有一位呢。在华联嘛是不只有名，伊伫媒体里啦。十几年前啊，竟发生了车祸，非常非常的严重啊！尤其是呢，住伫病院进进出出是几那年哦，身体无法度恢复起来，伤着脑啊。所以呢，整个身躯瘫啦，脑也瘫啦，但是呢，还会好起吧。这个父母对这个囝，实在是陪伴心理的折磨，已经磨到讲吼，几十年的时间啦，安怎样都是心拍未开。连伊家己本身呢，嘛已经呢是有郁症啦，一滴一滴呢走未出了呢，这白囝的情，现在看到伊满面红光啦，带着一位医生，甲我介绍讲哦。这位是心理医生啦，啊，我已经呢走出来啊啦，那带这位医生来甲师父见面，那这位医生呢，就甲我讲，其实我拢看你的书，呀，拢伫咧看大爱呀，伊讲心理的导向啊。真正要的是真需要，哎呦，这个社会真多的代志会合佛法啦，无离开世间法啦，哈、啊，这个心灵的导向。问我讲吼，还阁有啥物方法？我讲啊，这就是方法啦，佛法甲世间法合。这就是最好的心理导向的方法。是啊，终究严谨啊，这囡仔都是安尼，严啊谨啊，啊都是安尼彼此会拖磨，看伊是虾米严呐，啊这个。进了后，都走出了迄个心灵的方向，所以真多代志，一切由不得己呀。真多代志都由不得自己呀。尽管呢，他也必须足够下的哦，会当呢，和大家人、社会人做社会人的目睭。啊，为社会呢，哎，靠善啦，和一支笔呢，
就会当讲真济话。一旦呢，代志发生啊，由不得自己啊，什么方法都无法度呢？搁再和伊个囝徛起来，所以由不得自己啊，一切都是业。白囝的情啊，白囝的业，尤其是人生到最后爱分开的业。尽管你人间啊，拥有真多的才华，拥有真多的物质，一直到个最后啦，什么物件带会去呢？无有一项讲，这是我相爱。我甲带来去，带未去啦。干那一项，你所造作的善恶业啦，只干那这个业啊，带去后世人啦，后世人的情啊，后世人的业因业果啊，真的，这是叫做人生啦。但后世人呢？最爱的人是不是可以陪我们到终老呢？陪我们到终老的时呢，有一天也要离开啊。我们也有看到昨昏在说90岁的老太太，86岁的老先生，但是呢贫寒啊，无家里的身躯边啊，目睭互相对上呢，都是你老我也老，你病我也病啊，你的身体变我也变啊，这种呢的人生到底还剩多久啊？这呢人生就是这样啦。那这我们的未来的人生又是什么样呢？不知道，所以知影的就是现在，现在呢，各家用足是彼，佛陀来人间为一大事啊，伊来人间就是咧要来教育咱，咱接受着佛陀的教育呢，就是慈悲喜舍，无言大慈，动体大悲，迄个地方受大灾难。实在跟我们一点也都没关系，不过呢，大家人不忍心众生受苦难，所以呢，大家人出钱出力，亲自呢走到那个所在去，双手去扶伊，双手去为伊做事，看到因吃的饱，看到因的心跟力呢拢出来啦。安尼呢，咱欢喜啦！这种呢，用足施彼呀，这种无言大慈，动体大悲，这叫做各有情者。咱受佛陀的法，咱身体力行啊，所以不只是安尼给帮助。佮用心来甲伊教，会当互因知影有钱，咱来用伫适当的所在。别人有苦难，咱来发心去帮助伊。这种呢，教如道，归真如，已经甲遮个人的心啊，安尼一引呢，甲伊导向帮助人啊。这种心灵的财富打开了，我有力的人来去帮助无力的人，真的，这是内心嘛，的心灵的财富。同时呢，那就是已经呢，从迄个贪的心嘛，变成了呢富有的心，真的。回归咱人之初性本性，真容易满足这点心嘛。所以，咱爱真用心，这
爱的力量啊，会当帮助人，让人的人心啊净化啦，这个天灾都会减少啦。所以呢，除了帮助人，佮会当呢，疼惜大地，调和四大，哈、啊、大乾坤啊，会当风调雨顺。爱看人人的心甲行吼，身心的行为。昨昏啊，咱经文讲呢，为度众生生老病死，忧悲苦恼，五七暗白三毒之祸，教化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佛陀来人间啊，就是为着安尼，要互咱知影呢，出生伫人间的意义啊。啊，人间毋是常住的，生都有老病死啊，这些代志呢，道理互咱知。这个生甲病死，这个过程中，咱到底呢？做的是什么样的行为，开始来给我们教，让我们了解呢，世间啊，所看到的，啊，这个心态的，忧悲苦恼啦，这是在我们的内心呢，要安怎辅导人人的心啊，脱离了这种忧悲苦恼，改善我们的心、心态，咱的心理啦，心理呢，生起了一念，一念之间，一念之间贪就生恶啦，一念之间善，那就是产生了一份造福人群啦。真呢，咱若了解法了后，咱的时时呢，顾好咱一念一念间啊，时时三好，口讲好话啊，那身体力行做善事，心呢想好意啊，那会当安呢，心口意三好啦，那都是伫迄念心那。我接下来文就是讲，五七暗白三毒之祸，教化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咱除了呢生老病死忧悲苦恼，我接下来呢就是五七暗白，这呢是三毒的祸啦。咱在咧讲诶，这个大体啊，三界哦，都譬如火体啊，看灾难呐、啊，从四面起啊，都亲像迄个火体共款。啊，是安怎会安尼呢？就是人类三毒：贪、嗔、痴。贪是对一切顺境之境。因此无厌，下罪要搁较罪的啦。贪啊，有一欠够啊，下有一万欠九万呐、啊，有十亿呢欠九十亿啊，等等啦。这种的人生呢，哪有满足的事呢？不足啦，无满足的人生，未快乐啦。再来就是真啦，真就是爱发脾气啊，对一切啦，为情无顺意的代志啦，他呢就起着怒火，啊，迄种呢求不得的事啦，他都不择手段，种种的毒素啦，拢做会出来，这就是真啦，那么叫做真。再来是痴，痴呢是迷，一切
的事理法吼，那因为安尼就起业造业，事理无清楚啦，迷惑的人间呢，受外面的境界不断来甲咱诱引呐、诱惑，互咱愈来愈迷，所以呢，业恶业啦，都复制愈多。亲像讲，咱的人啊，家庭有人要去做好事，啊，家庭的人都无欢喜呀，厝唔顾啦，是安怎要去做帮助人的代志呢？啊，有钱咱未晓开哦，你是安怎都爱提起去给别人用呢？啊，亲像安尼呢，生起了种种啊。障碍人的好事啊，亲像安尼，这叫做邪。所以啊，这个牛痴暗白，这叫做牛痴暗白，这叫做三毒之会吼。那所以这个所在又讲啊，第初会提中啊，不敌为苦。因为呢，家己伫咧作业，唔知影家己呢伫咧作业后面的结果是虾米？家己呢，遮尼只心量无开啦，啊，互大家人伫咧怨叹，家己嘛唔知影讲安尼唔对呢吼，所以啊，这叫做牛痴暗白吼，那一痴过。又贪，因为痴啦，所以你就会生贪的念嘛。因为贪呢，所以贪不着啦，伊就发脾气呀。所以呢，这叫做贪嗔痴三毒的火。这种的三毒吼，这真正是苦不堪嘛。这拢总是无明、无了解啦。所以无明啊，不只是做恶，阁是起邪行吼，啊，唔惊正路啦，伊就是要惊偏路，惊迄个邪行，尤其是毒毒，意思就是讲会障碍坏出世间的善心。那咱人人就是因为呢，要做善，确实有人甲咱障碍着，或者是咱家己的心呢有了三毒啦，障碍咱家己的心啊，惹败了咱的善念。有的人讲，昧良知吼，就是讲啊，咱的这个良知啦，去和这三毒呢，甲咱砍去吼。这种的牛痴暗白三毒的火，惹败了咱的善念，这呢就是啊，这个大体的灾难，灾难的火呢不断惹火来烧心吼，所以啊，
佛陀来人间就是为这项代志，教化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那就是讲如来，所以呢，应心三界。也出现在这个三界呀，那就是为着要拔这众生离开这个火体。佛陀呢，就是要来解除咱众生啊内心这么真多的业业苦啦，就是要来教化吼咱众生离开这个火体呢，会当处于无上正定正觉，向正确的道路行，那就是无上正定正觉啦。就是各佛平等的智慧，会当了解宇宙万物的道理啊！咱这道理哪拢清楚啦？咱呢永远啊，都是平安自在吼，那袂搁再受这世间一切呢啊生老病死、忧悲苦恼。顶顶牛齿暗白啦，这些苦呢，咱都会当去除，来去自如啦。来人间呢，是为着要救人而来，唔惊呢生老病死，就亲像投入去伫迄个大灾区呢，是咱家己故意去，去迄个所在都是目的。去救人啦、啊，苦己不易，福为说法啦、啊。希望因人人呢，会当安稳生活，这都是各有情，这都是菩萨，这叫做各有情。咱家己起来自如啦，我当时要来去，我就来去；我当时要转来，我就转来。那这种呢，用。带爱的心去付出，这呢就是最顶上各位菩萨学佛啊，咱莫非就是要学的家？相信咱人人拢有这个一代树因缘的宿命，不过大家人爱多用心嘛、啊。